大家好，我是大橙子，今天是12月14号，那今天我们去看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据说是燃烧了好几千年的全是地上的火。那曾经这个奥运圣火呀，据说他们也是在这里来取火的，从山脚爬到山顶需要1公里，平时这边过来门票是9里拉。那我们过来，今天居然没有人来收钱，免费的，停车也是免费的。这个数应该不一般，你看，不然的话，人家也不会在那刻一些名字，什么 "I love you" 什么的东西。刻这个名字完全是因为他们没素质，没有想那么多啊。这棵树可以啊。哎，等一会儿，我有那个形色，拍一下，查一下。这里没有网，这棵树你看。这上面是橙色的，中华烟的纸啊，来来点圣火了。我去，你这不是浪费纸啊？看到有气在从这里面冒出来，但是火熄了。点火仪式啊！好，点着。哇！太激动了！点着了，点着了！哇！这一杯圣火是我点燃的，这堆圣火看到没有？哇，真的可以点着啊！看怎么样？看这个提议真是太有意思了。我把这里给点着了。哎呀，它2000多年熄了，被我点了，太有意思了。你看这边的圣火都已经熄灭了，说是烧了几千年，现在还可以看到这里有气体在冒出来，因为今天下了大雨了，全都熄掉了。我来让它恢复一下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大橙子要点圣火了。机智如我，再靠近一点稍微，然后小心撩点撩掉毛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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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个国家真的是奢侈啊，天然气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他那泄露都不管，都不来头上了已经。来来来来来，换一个位置，来来来啊，又发现一个。来来，现在你们来点，你们点。来来来，我来试一下。好，这边又开始点圣火了。1、2、3。柚子加油，小心点。都有那个从地底下的那个天然气，不要怂。不要怂，直接触碰了吗？没有，它有风啊，有风。原来后面是海耶！哪？你看啊，这座山后面就是海。过来，好好看。哦，原来我们在海边啊！我现在发现，好尴尬。好尴尬。一直只顾着放火烧山了，谁管？好，来来，准备来来来，准备准备。来，今天是小张哥要放火了。我感觉没什么气出来。哎，有刚我都没看到气，我就试了一下，直接又冒出来了。肯定有，不然人家怎么烧的黑的？你这太怂了！我靠，太怂了，真的太怂了！怂了！你看看我的毛都成这样了，都杵进去，无所畏惧，把脑袋伸过去，就是。哦、哇，真有哎！我这么有啊？啊，只要是个洞都有。就不管他看到能不能看到冒气儿。这个小张哥的圣火又熄灭了。哦。哎呦！被点燃了。现在我们的李产要来点火了，我好怂的，真的有那么怕吗？你刚刚牛皮不吹得挺响吗？对啊，但是我看他烧到手了，没事没事，他是故意吓你，他故意吓你，然后手还可以动呢。对啊，快，这个你是怎么回事？我就不信了。哇！开不开心？开心啊！开心啊！姐姐，我们专门给你留了一个。开心吗？受不了，受不了！哎呀，这个天气适合烤火。对，这个天气适合烤火。哎呀，烤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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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烤焦。还生火点个烟。哦，生火点烟，这可以。有点撩人。嗯。哇，我应该也拍下来的。点着了，点着了，点着了！来来来。你干嘛？你喝水啊？快点快点，四十度对着。哇、哦，可以。山泉水。哇，这个水好喝吗？可以啊。
好喝吗？你们不介意，我把这个坑借给你们。大家记住啊，今天是12月14号，三天之后你们就知道为什么鞋底不更新了。一切就源于这个下午。谁来挑战一下？谁来挑战一下，在这儿拉个坑？这有个现成的坑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谁愿意试一下？我出100，我也出100，我也出100。你为什么要在上游？完了，你说。一群没有水喝的人。可以啊。我还是。因为没带水罩呗。我试一下。有点口渴。今天谁能在这里把屎拉出来？上一个。看看看，这些山火都已经灭掉了啊。大橙子。点了他，又点啊？对啊，来来来，大橙子，为啥又让我点？我这毛刚刚才跑完，换一个手，好。哇哇哇！所以我没看错吧？我知道这个。你刚才那毛好像被烧掉了，我感觉我眉毛没有了。拍到了，拍到了。哇，发型好。哎，你点这个火真的太大了吧？这个，啊、我站在那里都闻到气味了，然后看那个石头，哎哎、这还可以点，这还可以点，还好我反应快哦，这里还可以。大橙子继续，大橙子继续，来，妈妈要不要来？点火了。嗯。哎呦，哎呦，事业红红红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火，小火，给我两个那么小的洞。啊，新事业，事业已经熄火了。点那个寂寞，稍微用点心啊，对待自己的事业要用点心。对，你就没你打火机都没找，怎么样能找呢？哇，烤个火，准备走了。在这里绝对可以做火锅啊，在这还可以做羊肉串。你看，我们只需要搬几个石头是吧？真的可以，把这垒高一点。这个太神奇了，看这边，奥运圣火都被我们点燃了。不知道这边允不允许来烧烤呀？上次我问了一个土耳其人，他们说这边是圣火，不能拿来烧烤。然后我看网上又有人说这边可以，那到底可不可以呢？现在我们就下去了，准备前往下一个城市安坦利亚。这里还是太好玩了啊！点火，我发现是人类共有的一个爱好啊，从小到大就是喜欢点火。这个山是唯一一个可以正大光明心安理得的在山上点火的一座山，这个感觉还是太奇妙了，在山里面点火，呵呵，而且还不用灭火。这个是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，还是非常的清澈的。走了，前往下一个地方，给你们演一下什么叫不作不会死。就都是尖尖的，我的意思我们得快点走了，我感觉要下雨了。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来挥起你们的杀手！我是你的粉丝。谢谢各位哥哥的打赏，还有没有？啊！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仙女下凡。现在晚上我们已经到达了安坦利亚，在这边搞了一个民宿，这个民宿有6间床，非常厉害呀！它的这个厨房跟卧室竟然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鞋底大厨现在正在辛苦的做饭，供养这4个一无是处的懒虫。4个为什么把自己算进去了？你看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嘛。这边就不去打扰大厨了，现在我们在这里做着饭，然后我在剪视频。那这就是今天一天的生活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这样了。如果喜欢视频，记得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我是大橙子，拜拜。